东洋赛杯喺场二班跑次六位，过关飞啲系好计划，28蚊啊，入25蚊，正常嘅。冷少少啦，威利来都系啲啲嘅，83蚊、81蚊。亦都准备好晒第七场二班千六米广东洋赛杯准备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外边有呢个花好月圆，改变策略，咁我摆喺前啲，咁啊中间嘅位置有呢个威利来来兰咧，仲见到就系呢个海风啊，中间潇洒叻龙啦，再外边咧就系嗰只骄阳飞驹啊。后一搭嘅马啦，咁啊落后两个身位咧，喺第六咧先见到起得发啊，咁尾三位置啊叻百利尾依蒲红之友啊，暂时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飞快赢嚟噶。啱啱过呢个千二米断柱嘅时候啦，前面威利来咧贴栏啊放翻出嚟噶，跟住喺第二位外边啊花好月圆啊，咁啊比之前啊跟前咗好多啊。内栏第三咧就系海风，跟住个第四就系骄阳飞驹啊。再后面嘅第五位白衫白帽就系潇洒叻龙啊，一路数内嘅马匹咧就系呢个起得发啦、蒲红之友啊，尾二嘅位置咧就系外档绿色帽嘅叻百利啊，暂时拖住喺尾啦，仲系嗰只飞快赢嚟噶。开始转呢个香港体育院弯嘅时候啦，大家次序完全系冇变过噶。威利来啊占先放头，跟住第二位花好月圆啊，内栏第三仲有呢个海风，跟住个第四就系骄阳飞驹啊。再落后一个身位都仲有呢个潇洒叻龙啊，拍住外边嘅喜德发啊。尾三位置咧见到蒲红之友、尾二叻百利暂时包尾，仲有呢个飞快赢啊。入直老咁仔啦，前面威利来占先一个头位嘅就花好月圆，几步立足上嚟拍住佢一齐斗噶啦。中档嘅位置仲有骄阳飞驹埋边海风啊，中档打冲锋嘅马咧仲系喜德。哎，我都上嚟，就是这个叻百利入到最后百零米路程啦，花好月圆骑几步尖先啦，骄阳飞驹直逼紧佢，外边冚上嚟，仲有呢个叻百利接近最后一百位，花好月圆已经脱颖而出啦，外边冚上嚟有叻百利起得快，过咗第一名咧就系花好月圆啦，第二名叻百利，第三名起得快，第四名要影相啊，有骄阳飞驹同埋海风啊，咁啊结果跟前啲可能睇到冇咩披醒咁，得只威利来放花好月圆，好早咬住。放头马喺第二位，结果直路出头，捧杯啊！花好月圆第二，叻百利第三，起得发第四名要影相啊！好啦，终于都热门赢。哇！啲披醒真系万刀啊！系啊，佢都醒喎，醒啊！阿白德文话：我唔会同你留啦，呢场啊摆前边走啦。咁啊拖啊方仔一对，因为临尾变招变咗八拖一二四咁啊，变得留翻喎。嗰只骄阳飞驹都系。急啦，就买林场喺度闸前嗰度嗰啲啲姿态唔即系心就望佢，喂跑嘅时候唔系咁啦，但系你事前你睇到嗰啲动静就一路都冇嘢噶，去到闸后面就你啦。呢啲就算转数转得快，白德文啊会醒啊都费事，佢仲退多只，佢都费事睬你啊，净呃喺前面跑咯。反正我卡士够就买，系咪先？九档啊，外档起步啊，挫几挫啊，拱上前面跑啦。其实都唔系话好出力喎、啊、吓，佢哋反而系嗰只潇洒叻龙冇预期只马咁自己走上去嗰种口径、啊。其实佢可以走到，但照计呢只马佢个速度，即系以潇洒叻龙咧，佢应该自己飙上去噶嘛，佢反而可以留得到添。难计就系依样咯，有时吓。啊海风都冇蚀底啊！普莱西话一档啊，牙前啲啊，唔好咁厚啊！留意下初出呢只骄阳飞驹，而家就跟住喺呢一只花好月圆后边嘅。另外就阿方嗰对啦，喜德发同埋呢一个叻百利啊，大家都埋晒位喎。虽然马少咗，冇话冇遮挡啊嗰啲，人一个位，包尾嗰只就都有。全体有啊，飞快赢喺尾。骄阳飞驹都似模似样，去到最后真的就似模似样，二百几都以为佢稳有呢个位置啊，着数咗噶啦。根本上你放头嗰啲咁摆前啲嗰啲系咯，连海风都喺度啦啊，都同佢影相，大家都维持翻嗰个位，真系话。嗯，睇过呢场威。嗱、啊，呢只威利来真系冇啊！阿高仔揾食揾到要去跑马地，将啲当打马就真系话已经尽晒啦。不是句号，是为一个问号你。起码都问好了。方仔那队都黐住嚟兜回来争 Q。单T 派彩二